天我们就来看一看，作为石马和力驰新能源联合爆款 X-Car CC5 是否能称得上是一辆性价比十足的出行好帮手呢？虽说是小型低速电动车，但是这辆力驰 X-Car CC5 车身尺寸相对更大，使得车内空间也更加宽敞，完全能够满足城市通勤代步和短途行驶所需。悬挂调教相对偏软，在普通路面的驾驶感受还是非常舒适的，即使在凹凸不平的特殊路况下， X-Car CC5 也可以充分驾驭，没有太多颠簸的感觉。车内座椅都是纯布艺材质，乘坐体验柔软舒适，前排宽大的情况下，后排乘客仍有一拳的距离。作为全家出行的低速电动车，儿童安全锁和车窗儿童锁是标配，有效地保障了儿童在车辆行驶中的安全。通过提拉后排座椅上的锁扣，可以将后排放倒，有效增大了储物空间，储物箱的空间丰富而人性化，每一处空间都得到了合理的运用。 X-Car CC5 前脸的叶状的大灯和前进气格栅连成一线，车标 logo 后侧是隐藏的充电口，通过旋转就可以打开充电口进行充电，同时又保证了车子的美观度。前后车灯的整体感很强，也显得很大气。采用了较小的12寸的轮胎和整体车身更大， X-Car CC5 标配了7英寸的中控大屏，采用了全触控的中控操作，冷暖空调也可以进行选配，中控简洁而实用。皮质的方向盘手感很不错，力量传感稳定直接，旋钮式换挡，档位一目了然，手刹力度适中。虽说是低速电动车，但整体给人的驾驶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。位于中控下方的红色按钮是整车的电闸，出现危险情况时按下便可整车断电。如果车钥匙被遗忘在车内，可以通过注册过的手机 APP 进行开锁，并且还能控制空调。总体来说， X-Car CC5 是一辆十分接地气的低速电动车，很值得购买。除此之外，动感的设计、丰富的配置和2年3万公里的电池质保政策也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X-Car CC5 值得推荐。